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学校的第一个休息的时间，然后利用这个时间呢，发现了有两个网站。如果你是有阿联酋的 ID 的话，你可以用很优惠的价格去买到这几个娱乐活动的门票，然后基本上是半价以上。然后这两个网站给大家推荐一下，你可以搜索 DubaiBigTicket.com， 然后进入这个网站以后，你会直接看到他们的优惠信息，你选择三个他们的娱乐活动，然后最便宜的一个是它有一个 VR 的 Park， 也是在 Dubai Mall， 然后还有一个 At the Top， 可以登上哈利法塔的顶部，然后第四个是滑冰，因为 Dubai Mall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滑冰场，你可以去滑冰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有一个卡丁车，应该是在 Dubai Mall 对面新开的那个 Mall 里面。它有三个不同的组合，选择两张 U Big Ticket Pass Buy Now， 所以总价就是360迪拉姆两个人，然后你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玩三个项目。第二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叫 Laguna Water Park， 这个 Water Park 在Lamar Beach。进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 Choose the Type of Ticket Full Day Pass， 只要99迪拉姆。选一个4月10号的吧，周五去，然后 Buy Ticket。4月15号的哦，所以它原来的 full day 的 pass 是175迪哦，所以大家要抓紧啊！这个优惠的话，只能持续到这个周末了。我看一点应该是10点到下午6点，好像是在下午5点之前，你可以免费喝，就相当于自助餐，有汉堡和快餐，还有所有的饮料都是免费的。所以一个人才99迪可以去玩一天。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在迪拜非常优惠的门票的购买网站。